这十杯酒当中有一杯酒有毒，你们两个人依次喝完这十杯，无论谁活下来都会活在杀死爱人的痛苦里，这就是我想要的。终于到了我们今生作别的时候，答应我，不管我们最后谁活在这世上，都要好好的活下去。今晚六点，东森超市《人生若如初相见》，精彩最终回。